作为最有影响力的拳王，泰森深受广大拳击迷喜爱。巅峰时期，泰森以毁灭性的风格击败众多世界拳王，很多比赛中他直接一记重拳就能够结束战斗。泰森生涯最恐怖一战，一人单挑数十名保安，裁判崩溃，连我都打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在1995年出狱之后，泰森向霍利菲尔德发起挑战。霍利菲尔德深知如果选择硬刚很可能会输掉比赛，所以比赛中多次搂抱和用头撞击，使得对方无法完全施展。恼怒不已的泰森直接一口咬下了霍利菲尔德的耳朵，这个举动把全场都惊呆了。保安上场试图制止冲突，没想到暴怒的泰森彻底失控，一人单挑数十名保安，连赶来调解的裁判都不放过，现场场面一片混乱。看后网友们纷纷评论道，失去理智的泰森太恐怖了。朋友们对此怎么看呢？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大家下期再见。